看了一下呢，阴囊是肿的，当时是以为他还在，就是睾丸还在。问他的时候呢，他说他自己把睾丸切掉了。切掉之后呢，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反应是要把它找回来，找回来呢要把它给接回去，6小时以内存活率还是可以的。但是他说我已经全扔掉了，他直接扔到抽水马桶里。小伙在网上学习自宫大法，竟亲手将自己蛋蛋割下来，甚至还把扔进马桶里冲走。小编光是听着就已经感觉身体开始痛了。那么小伙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对自己下如此狠手？据了解，原来小伙一直想要变成女性，所以他自己在网上买了些器材和麻药，并根据网上发的教程视频在家里一步一步给自己操作。小伙本以为能顺利的把东西切掉，但由于他操作不当，再加上没有做任何急救措施，在切完之后却开始不停地往外冒，怎么止也止不住。小伙见状，自己也被吓个半死，于是赶紧打了120求救电话。在送往医院后，急救医生见到小伙的状况都非常震惊，只见小伙的下身都充满了血，场面十分血腥。在经过一番询问过后，医生才得知男子竟将自己的蛋蛋全部切掉了。听到这里，小编想说这小伙真是个狠人。那么小伙又为什么非要变性呢？看了一下呢，阴囊是肿的，当时是以为他还在，就是睾丸还在。问他的时候呢，他说他自己把睾丸切掉了。切掉之后呢，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反应是要把它找回来，找回来呢要把它给接回去，6小时以内存活率还是可以的。但是他说我已经全扔掉了，他直接扔到抽水马桶里。小伙为变成女性，竟直接拿刀切掉自己的蛋蛋，结果因为操作不当失血过多被送往医院抢救。难道小伙不知道自己随便做切除手术会带来多严重的后果吗？医生看到小伙这个状况虽然很震惊，但还是冷静下来给小伙诊治。医生说当时他们都以为小伙的蛋蛋还在，所以第一时间就让小伙告诉他们切下来蛋蛋在哪里，因为在6个小时以内只要把东西找回来重新接上就可以恢复健康。可接下来小伙的一句话让医生都傻眼了，把他找回来，找回来呢要把它给接回去，6小时以内存活率还是可以的。但是他说我已经全扔掉了，他直接扔到抽水马桶里，所以把它冲掉，真的没地方找了。小伙告诉医生他切下来之后就随手扔进马桶里冲掉了。而且小伙还说他自己的内心一直渴望做一名女性，可是自己生来就是男性，这让他非常苦恼。他想改变自己生理上的男性特征，于是他就将自己的蛋蛋切掉了，让自己从内心到身体彻底变成一个女人。听到这，医生也有点哭笑不得，既然想变性可以找医院的专业医生做手术，又为什么非得在家里切除冒那么大风险呢？更何况光切掉蛋蛋并不能让他成为女性，只是没了男性生育能力而已。下身都是血，血肉模糊了，那个生殖器是有大约有3公分左右就完全离断了，那个切面不是非常的完整。小伙内心一直渴望成为女性，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竟直接切掉自己的蛋蛋，切完后甚至将蛋蛋直接扔到马桶里冲掉。对此医生告诉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性别认知障碍，先天也有后天也不排除，而小伙就是存在这种障碍，所以他才一直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女性。而小伙之所以选择自己在家里切除，应该是被医院给拒绝了，因为这是事关一个男人的大事，医院可能是觉得需要给他更多的时间考虑。目前小伙出血的原因经过检查已经发现主要是因为右侧蛋蛋的血管破裂，虽然比较严重，不过经过清创止血缝合伤口，目前小伙已经无大碍了，并且出院了。对于小伙这件事，医生提出了几个建议，要长期的雄激素替代，维持正常的男性性征，但是没有生育能力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做睾丸移植，但是他从生物学上来讲精子不是他的，就是涉及到伦理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直接变性。也就是说，如果小伙真正想要成为女性，他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变性手术，光是切除蛋蛋是没有用的。如果他要保留男性体征，就需要终身服用激素，虽然能够维持男性特征，但已经丧失了生育的能力。不过这就要看小伙怎么选择了。看完这件事，你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